失效了。没去，没下，没钱。咦，回来了，肚子好饿啊。耶，啊，那崩了，要吗？给你。所以那个间谍要不要？要不间谍要不要承认啊？对啊，你要不要停止权力啦，间谍，你可以开始做了。其实我刚刚因为找那个找密码，我不知道间谍是干嘛的。刚刚只听到说什么躲越久越好。间谍在接近600秒的时候可以自爆说自己是间谍，然后他就可以行使一次权力把国王炸死。二楼上去哦。好。但是就是在讲完之后就可以，就是他必须要被投回去这样。啊！完了！我刚才讲了，不是，他是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再来，龟，我的书，龟，龟的国王你在哪？好不容易，弟弟吧，国王你在哪里？在弟弟，好，欸、我去给你装，我们的真机快被拆了哦。那泱看能不能赶快那个把助攻给他们，我来，不行，我要先把书柜叠回来。哦，可以啊，觉得难过。国王，我来了，给你装。小心古力吧，丢不到。对，我们是在左边哦。国王，这里。然后你把你的给我。说。就是你身上的啦，这个没用的，对。哦，谢谢。就是，请好好保护自己。我们真机有没有弓箭手可以射他一下？我来。我再射。下去。你声音低耶，要不要吃鸡苹果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这古力巴是你们故意，有人已经来了。哦，等一下有人还引一只。哎，杰克在那个。杰克在哪里？上面。OK， 你们这个对面的国王是不是死掉了？为什么国王死掉了？啊？小雨怎么？小雨死掉了。小雨死了。行刑了吗？哦，他们行刑了。哦。杰克刚刚有人醒醒了，醒醒是哦，就是有人、有人用了那个，对，哦，好了，那我们杰克啦，好了，那个我们这边要不要跳一下？嘿，谁啊？对啊，是谁啊？快跳了，看你敢不敢跳哦？你们看你敢不敢跳哦？白痴哦，哎，我的钱啊！我都这么诚实的过来了，你们哦，没有看到你就打你。你知道洋洋，我只是走过来，然后走到王座，然后我要丢宝石，然后就一直有人在砍我。洋洋是不是你间谍啊？我不知道你是间谍啊。我想说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你不会觉得有一个一直不反击就有点奇怪？我打了三下，我宝石。所以我们这到底是谁啊？要不跳啊？对啊，不跳吗？想炸两次是不是？哦，有可能他想要炸两次，有没有炸两次啊？不怕。无限火焰呢？那你就拿着吧。那我决定了，既然杰克都来了，就给杰克吧。对啊，给杰克啊，杰克可以去帮忙守一下。可是只有强三，你先用。忍着点。弓箭手烦死了。真的烦死。烦死！丢厕所的探刀没命了，哎，烦死了！呀，他摔死了，就死了，吓死！吓！我们的间谍有点贪心哦，他想赚2000分，他想赚2000分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我那边情况其实蛮明显，我就想到爆自爆也爆。你很明显就在自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、我们的帐篷，我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，对，了解。是了，我去干掉杰瑞，再继续碰干一下杰瑞，对，我要来干他。OK， 好哦。我觉得尖刺附在胸甲真的是一件非常浪费的事情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个任务是胸甲被听见啊，对啊，有一个那个负面效果。胸甲你基本上你也只能附在，除非用书啦，出现在胸甲上。哦，是哦，这我倒是不知道。嗯。你直接附的话，就顶多是那个胸甲而已，其他都要用书、啊。没跳起来，可恶！附书哈，我都忘记可以附书了。只这附书。哎、欸，有人上去了。有隐形的，附魔台，附魔台。又要被炸了！出现了，是谁？暴君！什么暴君？
本机，本机啦，本机啊，我死了，你不是，啊、不对，东西不会掉，我忘记了，我要跑掉，哇，哎，他卡住了，是是是是是是，他被那个梯子卡住，对，那个我有先偷挖掉一个，哎，你的装备，好，继续往上，啊，番茄可以给我一些卵石吗？好啊，啊箱子有啊，给你 ，OK。他说箱子是等之后大家真的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再去拿。好，耐久。他的装备是富豪的吗？还没，现在还没，现在身上是还没的。我刚刚富豪一套先给二零了。哎、欸，杰瑞还在吗？不在。嗯，好，目前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这我目前你们哎、欸、国王啊，国王，然后陨月是好人，陨月好人出来了，对，就这样。哦好，要不要猜一下？吓死我了！本机，我看到你喽。目前环境我看不出来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其实我们也都看不，其实我们也都看不出来。蟑螂出轨，蟑螂出轨，蟑螂出轨。我们超级出轨什么了？没有去蟑螂出轨。都在炸帐篷哦，本机蟑螂出轨，去炸帐篷。你发光哦，你发光哦，没关系。爆炸保护有用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那个本机继续哦，拿 TNT 哦，注意，商店那边哦。啊死了，没事没事，附魔台守住了。嗯，感觉我这一场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们在附魔，太近了，我在前置，我在前置。啊，太近了，可恶！我们是不是要有人去故意限制他们那个、啊？有啊，你说附魔台吗？就是附魔台。我又结婚了，怎么又结婚了？哎、欸，好痛哦，火焰弓。哇，火焰是不是？我在附。哪边哪边的？巧克力了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抽到一下，你又再试试看。只能附宝山的嘛，先附宝山。跳跳，应该就没上去了。上去上去、欸。对耶，好像没进来。所以目前国王装是附好的嘛？我有青金。对，国王装附好了。他缺武器，我不知道从身上一出青金石。哎、欸欸，好奇怪啊！都只有单个的附魔哎、欸，我的。这都巧克力反了，好难过、哦。啊！我射下来。他们其实也很痛哎、欸。哎、哦！小、哦、心、哦哦、啊！哦，原来刚刚粒子效果真的是隐形哦。对啊。哇！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。又一个吗？他们。还要上去那个，他们真是无论如何都想要摧毁我们的附魔哎、欸！那我要，那我要，那我要！我真的觉得对面也需要有一个啦，就是我们要行动对面的乱。白鸟，好。哇，这样子，耶、yeah, ！直接死、欸，好扯！看到我这么辛苦的叠书柜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你良心何在啊？你良心何在、啊？不会吧？哦，音乐了，哇，有点浪费，天啊，蛮浪费的，这次的宴的机会好可惜。那220整装给你要吧，水，来换，好扯哎、欸，一剑直九滴，哎，二零这个伤害没问题吗？对，上面，后面，啊，二零，弓箭十九滴血，我直接剩半颗，没问题啊，哎，可是你也中掉了哈基，嗯，你也中掉了，哦。你现在是锁链装，没有鞋子啊、哦？哦哟，是看到这样子还要叠书柜吗？一起来看你啊！我觉得还是得叠啊，因为那个附魔等级效益差太多了。二零可以麻烦你一下吗？嗯，我没有钱的，我们其他人都没什么钱的。哦，真的，来，发钱麻烦了，感谢。我买是有这种技能哦？哪里？我放保险箱。嗯，你后面好像有刚刚看本机啊，本机吧。本机真的很喜欢过来。可以。你们都，你们刚刚用箱子挡之类的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欸、附近有敌人哦，有隐形哦。那刚刚那个保险箱不见掉了。有没有发光啊？有没有人买发光买一下好了？我没钱买。哎、欸，家里有隐形，我看到隐形。我发光了，发光了。有一个，那一个啦，就是他。他好烦啊！直接想讲。哎呀，好烦！我边走
他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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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死了。箱子哦，箱子，终于扔出。家里到底他到底是有多少钱给他可以一直买隐形啊？真的是。杰瑞的路被我炸掉了。OK。好。哇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靠你弄书柜了，二零。小雨。我前方。我干太痛了吧？怎么了？他们都复剑使了。不是，他们全部复工了。锋利，锋利剑吧。你是被剑打死是不是？对、啊，他的血量我刚刚炸成这样啊。我们现在就等。哎、欸，书柜是要几个啊？我忘记了。十五个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。所以我要再换八个。八个。好。嗯。经验归零。经验归零，拜托经验归零，经验归零，可恶！他们已经归零一次了、啊。你们要赌、啊，你们要赌。哦。哎、欸，连连没了。哦，白甲被弄掉了。哦，白。没弄我们哦。是他们啊，是他们。哎、欸，二零怎么没穿装？欸他们的也清掉，他们也清掉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啊？哎、欸，不是脑鬼啦，脑鬼啦，什么？为什么在参加？哎、欸，我刚刚花超多等经验付的胸甲就像没了，好气哦！我花了27等，付胸甲真的是没有什么，没什么事耶。对你很容易就被清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脑鬼好可怕、哦，我就看不到的时候，哦，终于看到，那他发光、啊，亮亮就打他就对了，就打亮亮的啊，打萤火虫，他冲过来，对啊。打萤火虫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只归零了，又归零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不用清他们经验了、啊，他们已经没有在附魔了。我吃到了30等，我刚然后跟我说经验归零。我捡到强力武的弓，哦，拿着，哦，刚好结束。啊，二零，再随便找一个人吧，二零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隐约，随便找一个吧。好，嗯，我随便投一个，洋洋。好。不，那我要投谁？随便选一个。你随便选他是这样，就是可以投自己。哎、欸，他是无法触。你不能点 ID， 要点数字，要点数字，要点数字才可以哦。哎、欸，我点数字也没有。是，不然你可能刚刚先点。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。哎、欸，嘿嘿。啊，间谍可以，等下可以做事了。该做事了吧？哈基是你吗？哈基吧。我做那么多事，还是我吗？可是大家都做很多。团团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不是。这场大家都做很多、啊。繁星。我真的不是，那就是繁星啦。哎、欸，干是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不会吧？没看到？你要自己去看一下你的那个记录。哎、欸，是我吗？因为我们的间谍，我这边的间谍完全不知道自己是间谍。没有啦，我知道啦。好白痴哦。所以是你啊？是我啊。对啊，等一下还有2000分了啦。哇，音乐我会温柔的。音乐拜。音乐，我会温柔的音乐。我很难过。不是，允月，你是不是有那个 N 属性？允月，我很难过。我来帮你们诅咒他。好啦，我把钱存进去了，帮你们生，给你们钱。就是对这个国家有感情的话，这个间谍。要背叛钱，还有不舍。嗯。然后就想起，我还是要回去我的故乡的。好狗血的剧情啊，这个！吓到我，想说谁在点？现在还不能剧透，我还说音乐，我就要离开你。那结果突然一个玄机有没有？突然换人了，哈基。哎、欸，本机又在炸我们的帐篷喽。啊！他真的超爱炸的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在干嘛？发光。哦，没有，对面发光。Okay. 我的刚刚用过了。本机还在扎帐篷，还在帐篷，帐篷去了，啊，回去了。反正就是在600前说要炸就炸，要炸两次，就是600前呢，不是600后哦。600前，然后炸完刚好600秒可以投你走这样。哦。是为了避免说，就是讲完之后，然后你还继续炸，这样子。对。我们不可以帮忙。就让他们两个。音乐，来吧。他们的恩怨交给他们了。音乐，来书柜这边吧。为什么这书柜你很坏、欸？音乐，
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那时候抓小雨，我说，哎，太不痛了吧？哎，白痴哦，不是我啦，你打我干嘛？不是我啦，你有病啊！他有病哦！要不要笑死？然后说：“我刚好来了，我来了。哦”哎、欸，我气到跺脚哎！这个太好笑，这个太好笑！刚楼下妈说楼上在干嘛啦？哦。间谍好可怜哦，间谍好可怜哦，行使自己权利还被对方处死，可怜的那一种。其实本期是在英雄救美救影月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哦，原来他才是我们的间谍啊，有隐藏间谍是不是？跳起来的时候那瞬间，原来是间谍的部分。嗯，那、啊、所以宝石你们拿走了没有？因为都死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他拿去，拿去。哦，好好好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嗯、还有一次请再一次。只是影月妆是不是都不见了？没有，影月妆刚不是有留着吗？放在保险箱、啊。有存就不用怕，我不会拿，我不会拿。因为我刚刚就是炸小雨也是他，真的就是装备存，就是存回去之后我再炸。我真的没有、嗯、没有勇气拿。这个拿了就太鸡巴的感觉。我觉得拿了已经很可怜。果然是牺牲品。